时间，人们怎么会都聚集在这里啊？啊？如同凯旋的英雄一般，这样的欢迎仪式够隆重吗？你是教令院的放逐者？没错，可如今他们一般会称呼我为博士。要找那个女研究员的话，她早就在禁闭室了，连身上的窃听装置都没能发现。她并不具备一名学者该有的严谨态度。须弥城的民众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只是稍稍改造了一下虚空终端，让他可以将信息投放到潜意识罢了。现在热情的民众们都相信，这位旅行者是刚刚拯救了世界的英雄。实验很成功，而现在，他们好像快要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了。啊，怎么办？他们都是些普通民众。快走，你们先出城去。啊，但是那可是御园中的执行官啊，怎么能抛下你？我也不能抛下须弥城的民众们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城外见。你似乎用你的意识占据了他们全部人的思考，如此强大的意识体，你就是智慧之神吧？我曾三度遭到背叛，因而懂得世间万物不过是欺瞒的幌子。我的愤怒绝不平息。其一为神，我的创造者，我的母亲。其为力量所左右，舍弃无用的我。其二为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。其为恐惧所困缚，视我为可憎恶之物。其三为同类，我的期盼羽翼尚未丰满的鸟雀。其为受限所控制，违背于我的约定。人绝不可信，神亦令我憎恨。我舍弃所有，否定并嗤笑人间一切。我的胸膛不会再被世俗染指，并弃掉人类低劣的情感。我空洞的部分将如诞生之刻的纯白卷轴那般，以满载神性的至高神明之心来填满。无需恐惧，疼痛只是一瞬。你们的时代就要结束。
知识之中诞生了文明，而同样，知识也能将文明毁灭。灾难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，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。自从赤王将禁忌的知识带到这个世界，便如同瘟疫一般散播开来，脑海充斥着疯狂的抑郁，灰黑色的鳞片爬满了背脊，大地也似乎被夺去了生命，只剩绝望的死寂。若非林中的大慈树王伸出援手，一切早已无法逆转。他召集祭司，修建起数座神庙，并倾注了生命的神力，灾祸被奇迹般的遏制，文明的星火也得以在阿如村留存。但奇迹无法长久，只要禁忌知识存在，便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病灶。直到最后，沙漠孤傲的王，我的王，选择了自我牺牲。我的余生都在守护众神庙中的遗族，如今这份职责也将要抵达终点。在我彻底闭上眼睛的时候，眼前又会浮现起那位高洁的神明的身影。为了配合赤王根除禁忌之事而透支力量，他的身形变得像孩童一般。真是奇怪啊，想起他，我便不再害怕死亡了，因为我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将会伴我长眠。沙漠的子民们啊，无需再记恨什么，但唯独这份恩情永远都不要遗忘。